曾先生，阿姐感觉安怎？是有较好啊，啊，不过我是有淡薄疼。啊，你有照规定要食物件无？有啦，我有食。好，那安尼等下九点半归家。啊，恁家属有对你来吗？有。阮某啊，拄则有来啦，啊，不过伊就戆戆的，啊，物件袂去扎，转去摕啦，暂时哦就转来。那安尼手术以后，一寡细节要注意的代志，交代哦，家属知影。好。曾先生，你免紧张啦，这小可手术尔，真紧就好啊。好。都是安尼。啊，这个离婚哦，那等于请很久也袂转来。我今仔日创啥？去病院袂记得身份证，倒转来厝提，又搁袂记得皮包啊！我一坐路来来回回，唔知要行几摆，要气死！大王啊！嗯，阿灯头白里有人坐遐尼拢有喏，你有搞唔正？我还要阿妈。这是你出的傲步啦！自我吼对美玲有感觉开始，自我决定吼要和美玲订婚开始，这一切一切哦，拢是你设计哦，爱我替你害钱啦！原来这个就是你今麦的某，你好，你较早唔是爱食柚子？哇，今麦食真当甜哦，七弟。你跟这人就熟了。这人吼，就是吼，曾祖义搭便出去吼，啊，甲曾祖义气甲气不不断啊，迄个啦。啊，你唔就是迄美玲？杨梅。你莫想讲恁两个点么欺负起初，我唔知恁在讲啥物。恁阿母哦，本身就着搞啦，凭啥物怪到我头壳顶来啊？哈。拄好啦，我要问你啦，哎。啊！你到底是讲什么话喊珍珠鱼啊？啊！那珍珠鱼哦，逐边出去拢气噗噗回来啊！对啊，阮母啊，拢毋是伊管无管别人死活的人啊。啊！恁兜吼，若是有人咧钓钩，都两早去庙的找西公啊，嚷嚷的啦。看我什么地带啊？啊！我这个人哦，讲话就上公道啊啦。有啥我就讲啥。高台生，这点你应该无袂记啦吼。我当然嘛会记的。你当阵哦，我和美玲要结婚的时阵哦，什么代志让你算出出的？算，哈，啊，那我算数也无你好啊，我是要哪算你这大海关啊？你莫袂记哦，较早你咧拍美玲的时阵，我是安怎跟你斗相共？是啊，我当然嘛会记的。你当阵哦，我和美玲要结婚的时阵，我搁摕一百万出来替你解决代志咧。你要知影，迄当阵我偌好呀！一百万，一百万，哎，我知影啦。那你即摆的生活，甲你较早伫咧海关的时阵，会当想乌心钱袂当比啦。啊，你嘛知影讲我即摆叫医生啊，啊，佫较知影讲即摆美玲已经变成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你会嫉妒。这点我真唔当了解，但是对恁这款可怜的人来讲，只会当怨叹命运对你无公平嘛。这位欧巴桑啊，我唔管你之前在高台生是虾米款的人哦，我即几年甲伊做伙生活，我感觉伊是一个足善良的人，请你莫甲伊欺负啦。欺负？无啊。
现在你是老母哟，你都爱替伊来跟我呛声啊！你这人哪安尼啊？讲话遐歹听，嘴遐臭。啊，算了啦。伊这人吼，本来就是安尼啦，再讲啊就无好，行啦。他动手动拢给他动，我话还袂讲煞。我甲你警告，你千万是唔通小心讲要去找美玲讨钱，啊若无。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袂让你家欺负啦！这件代志哦，会走到今麦这个地步，拢是你害的啦！哎，无啊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意思是讲你准备要去做个见笑大婶嘛？就是因为你啦，唔知甲阮母啊讲什么代志，害今麦硬要证明哦，爱倒去以前高台生的身份啦。算了啦，卖甲伊讲啊济。曾先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要去出事啦。歹势啊！啊，阮某等伊摕物件，啊，到即摆还袂转来，欠的账号搁等者。人讲今仔安排的第一桌就是你呢，后壁搁有别个别人在等。哦，好了，我先去开好啊，哈。就要动手术啊！是丽云去走倒位了。伊行到这步，拢是我害。啊，因某佫讲因老母会安尼，是因为受到我的刺激。这是啥意思？啊，对啦，开机卡入来问美玲就好啊嘛。